你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买衣服的？你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买衣服的？你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买衣服的？应该是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吧。应该是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吧。应该是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吧。能赚钱了之后，想要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。能赚钱了之后，想要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。能赚钱了之后，想要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。购买欲和拥有的金钱成正比。购买欲和拥有的金钱成正比。购买欲和拥有的金钱成正比。不管怎么过，人生都不会太差。不管怎么过，人生都不会太差。不管怎么过，人生都不会太差。我高中的时候为了买衣服省吃俭用。我高中的时候为了买衣服省吃俭用。我高中的时候为了买衣服省吃俭用。如果喜欢的衣服我买不了，我怎么都忍不了。如果喜欢的衣服我买不了，我怎么都忍不了。如果喜欢的衣服我买不了，我怎么都忍不了。喜欢的人得不到是要忍着。喜欢的人得不到是要忍着。喜欢的人得不到是要忍着。可是喜欢的东西呢，可以用金钱买到。可是喜欢的东西呢，可以用金钱买到。可是喜欢的东西呢，可以用金钱买到。这都要忍的话，人生也太苦了。这都要忍的话，人生也太苦了。这都要忍的话，人生也太苦了。为了让人生得到幸福，这两样我都没法忍。为了让人生得到幸福，这两样我都没法忍。为了让人生得到幸福，这两样我都没法忍。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并喜欢的人。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并喜欢的人。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并喜欢的人。有钱并喜欢，有钱排在喜欢之前。有钱并喜欢，有钱排在喜欢之前。有钱并喜欢，有钱排在喜欢之前。当然了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当然了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当然了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，愁眉苦脸。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，愁眉苦脸。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，愁眉苦脸。40岁老得像50岁，50岁像80岁。40岁老得像50岁，50岁像80岁。40岁老得像50岁，50岁像80岁。那花店的小哥哥符合你有钱并喜欢的标准？那花店的小哥哥符合你有钱并喜欢的标准？那花店的小哥哥符合你有钱并喜欢的标准。
这件是1280元，您是付现还是刷卡？这件是1280元，您是付现还是刷卡？这件是1280元，您是付现还是刷卡？你怎么不用花店小哥哥的卡啊？你怎么不用花店小哥哥的卡啊？你怎么不用花店小哥哥的卡啊？这边一付款，他那边马上就能收到信息。这边一付款，他那边马上就能收到信息。这边一付款，他那边马上就能收到信息。你怎么不用花店小哥哥的卡呀？当然不用，我这边一付款，他那边马上能收到信息。你怎么不用花店小哥哥的卡呀？当然不用，我这边一付款，他那边马上能收到信息。不用你收下干什么？不用你收下干什么？不用你收下干什么？不是不用，是现在不用。不是不用，是现在不用。不是不用，是现在不用。我们吃日料吧，没那么油。我们吃日料吧，没那么油。我们吃日料吧，没那么油。那边那个不是实习生袁宋吗？那边那个不是实习生袁宋吗？那边那个不是实习生袁宋吗？那个女孩是他女朋友吧？那个女孩是他女朋友吧？那个女孩是他女朋友吧？他们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呀。他们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呀。他们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呀。谁想下班时间吃饭的时候还碰上主管啊？谁想下班时间吃饭的时候还碰上主管啊？谁想下班时间吃饭的时候还碰上主管啊？我们去那边吧，去那边看看。我们去那边吧，去那边看看。我们去那边吧，去那边看看。你的朋友们都走了？你的朋友们都走了？你的朋友们都走了？嗯，他们都回去了。嗯，他们都回去了。嗯，他们都回去了。你别误会啊，他们都是我学妹。你别误会啊，他们都是我学妹。你别误会啊，他们都是我学妹。我有什么可误会的？我有什么可误会的？我有什么可误会的？我在担心，如果你误会我了怎么办？我在担心，如果你误会我了怎么办？我在担心，如果你误会我了怎么办？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男实习生。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男实习生。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男实习生。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轻浮的感情骗子。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轻浮的感情骗子。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轻浮的感情骗子。
想要追到你的话，真是要等到下辈子了。想要追到你的话，真是要等到下辈子了。想要追到你的话，真是要等到下辈子了。我是不是给你什么错误的信息了？我是不是给你什么错误的信息了？我是不是给你什么错误的信息了？本来你是怕我的呀。本来你是怕我的呀。本来你是怕我的呀。就算你不怕我了，也至少不是喜欢我吧。就算你不怕我了，也至少不是喜欢我吧。就算你不怕我了，也至少不是喜欢我吧。被严厉的上司唠叨考勤，换了谁谁都怕。被严厉的上司唠叨考勤，换了谁谁都怕。被严厉的上司唠叨考勤，换了谁谁都怕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你平时就净想着怎么捉弄我，气我。你平时就净想着怎么捉弄我，气我。你平时就净想着怎么捉弄我，气我。谁让你不把我放在眼里？谁让你不把我放在眼里？谁让你不把我放在眼里？我说不行，很正常，不是吗？我说不行，很正常，不是吗？我说不行，很正常，不是吗？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跟你在一起啊。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跟你在一起啊。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跟你在一起啊。而且你跟我表白到现在才24个小时。而且你跟我表白到现在才24个小时。而且你跟我表白到现在才24个小时。你跟人家表白，人家就一定要答应你吗？你跟人家表白，人家就一定要答应你吗？你跟人家表白，人家就一定要答应你吗？凭什么？帅了不起啊？凭什么？帅了不起啊？凭什么？帅了不起啊？你跟人家表白，人家就一定要答应你吗？凭什么？帅了不起？你跟人家表白，人家就一定要答应你吗？凭什么？帅了不起？你一直觉得我帅吗？你一直觉得我帅吗？你一直觉得我帅吗？我就是因为你长得帅，照顾你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因为你长得帅，照顾你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因为你长得帅，照顾你，怎么了？我是一个特别独立、自信的女生。我是一个特别独立、自信的女生。我是一个特别独立、自信的女生。我对美好的生活和爱情都充满了向往。我对美好的生活和爱情都充满了向往。我对美好的生活和爱情都充满了向往。你是我弟弟的学生，是公司的实习生。
你是我弟弟的学生，是公司的实习生。你是我弟弟的学生，是公司的实习生。而且你比我小十岁呢。而且你比我小十岁呢。而且你比我小十岁呢。我家住在小县城，小时候哪有什么生日蛋糕？我家住在小县城，小时候哪有什么生日蛋糕？我家住在小县城，小时候哪有什么生日蛋糕？过生日的时候就吃两个荷包蛋。过生日的时候就吃两个荷包蛋。过生日的时候就吃两个荷包蛋。过生日竟然不吃蛋糕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过生日竟然不吃蛋糕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过生日竟然不吃蛋糕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你们会请同学大家一起庆祝吗？那你们会请同学大家一起庆祝吗？那你们会请同学大家一起庆祝吗？小时候没有电脑和手机，整天在河边玩泥巴。小时候没有电脑和手机，整天在河边玩泥巴。小时候没有电脑和手机，整天在河边玩泥巴。真不敢想象，感觉跟生活在古代一样。真不敢想象，感觉跟生活在古代一样。真不敢想象，感觉跟生活在古代一样。不过呢，我好想回到小时候。不过呢，我好想回到小时候。不过呢，我好想回到小时候。不用到三十岁，不用烦恼衰老。不用到三十岁，不用烦恼衰老。不用到三十岁，不用烦恼衰老。不用烦恼怎么应付爸妈的催婚。不用烦恼怎么应付爸妈的催婚。不用烦恼怎么应付爸妈的催婚。不用害怕父母老去。不用害怕父母老去。不用害怕父母老去。不用害怕一个人生病。不用害怕一个人生病。不用害怕一个人生病。不用害怕父母老去。不用害怕一个人生病。不用长大。不用害怕父母老去。不用害怕一个人生病。不用长大。可能是因为下大雨，让人心情不太稳定。可能是因为下大雨，让人心情不太稳定。可能是因为下大雨，让人心情不太稳定。这个月的集体生日会安排在下周一怎么样？这个月的集体生日会安排在下周一怎么样？这个月的集体生日会安排在下周一怎么样？这个月有四个同事过生日。这个月有四个同事过生日。这个月有四个同事过生日。袁颂也是这个月过生日，好像是今天。袁颂也是这个月过生日，好像是今天。袁颂也是这个月过生日，好像是今天。
他该不是偷偷跟他朋友过生日去了吧？他该不是偷偷跟他朋友过生日去了吧？他该不是偷偷跟他朋友过生日去了吧？今天袁宋请病假了。今天袁宋请病假了。今天袁宋请病假了。他一个人住，父母又不在身边。他一个人住，父母又不在身边。他一个人住，父母又不在身边。过生日，一个人在家默默生病。过生日，一个人在家默默生病。过生日，一个人在家默默生病。那也太可怜了吧。那也太可怜了吧。那也太可怜了吧。